啊，那么材料，古人说的话很有道理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啊，我过去看过一本书，叫《诸子之道》。啊，这本书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唐太宗《群书之要》里面最后的一部分。啊，《群书之要》50卷，《诸子之要》是最后的20卷，前一本。我就想啊，怎么这《群书之要》到哪里去找？啊，天天想。啊，讲经的时候也提出来，啊，这唐太宗的东西。唐太宗16岁从军啊打仗啊，以后隋朝灭亡啊，他父亲建立了唐朝。父亲死了之后，他继承王位，27岁。唐太宗做皇帝27岁，16岁打天下，27岁做皇帝，用什么方法来治国？啊，读书不多，这是我们的可想而知的，读书不多，所以他就叫魏征，下面给魏征，啊，等一下，现在讲，成立个小组。